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澳洲消防员呢来台湾宣传公益猛男阅历，除了和我方消防员有交流之外，今天傍晚来到松山区的饶河夜市，民进党议员许淑华也陪同一起逛街，而澳洲驻台代表也全程陪同。现在看一下稍早画面，是他们也是来这里捐钱给台湾的慈善的机构。Try it again. Okay. Please. You guys. 大家看一下他的表情。Perfect. 而这群澳洲消防猛男，有的还尝试了臭豆腐，还有这个传统的班兵。澳洲消防员在2018年就曾经来过台湾参与阅历发表会，之后就开启了两国消防阅历的交流契机，彼此互相切磋，要让民众饱眼福之外，还能顺手做公益。以上是为您掌握讯息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